大家好，这一篇跟各位介绍的是 Mac OS 的键盘快速键。这一篇我有做一份 PDF 档，影片下方的说明栏位有网址可以提供下载。因为快速键的内容太多，内容也很简单，所以我就不做影片解释。欢迎大家到下面的网址下载，谢谢。